喂，该你了，来来，大哥，我撑不住了，我让你多睡一个钟头了，还不够啊？看着啊，快来。 喂，你是阿麦还是能人啊？你是谁？我是阿英，石修叫我来找你们的，我就在楼下。在哪儿？你现在往左走，过马路见到殿堂大厦，进去坐电梯，6楼西座就是了。OK， 好困啊，我睡哪儿啊？他是谁啊？不错啊，漂亮。 真香啊！喂，门够了没有？当然没有了。石修的马子啊！啊？什么啊？我是他干妹妹，你别吵嘛！别管他，快把他送走！哎，什么送走？这么晚了，怎么送啊？就让他睡吧。喂，喂。 合不合适啊？你说什么？当然合适了。你放心，公事我不会耽误的。戴套子了吗？小心别惹麻烦了啊。下楼买一个吧。你说的对。 醒醒，醒醒，醒醒啊！干什么？走，走啊！干嘛去呀？我不管你上哪儿，总之马上给我消失！不走啊！走啊！走不走啊？啊！走！哎，了不起啊！ 去他那睡行不行？让他回电话。
哎，走了好远才买到啊！喂，小妞呢？啊，走了。他一醒，就问自己在哪儿，跟着拿了手袋，马上就跑出去了。哈，你怎么不拦着他啊？干嘛让他走啊？怎么拦呢？人家有脚啊。喂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如箭在弦呢。去厕所自己搞吧，又不是小孩，套都有了。